呀，叫刘丽咪。今年你17岁，那些时候都要高修民族号诶，同来阿公阿妈出差诶。差不多14岁的时候，那个阿公阿妈就诶，那就搬上来头家后诶，同那个阿爸阿妹住诶。最主要唔免讲遐诶啊，最主要系大家少那个民族号诶，那个天放好了，那个唔爱好事诶，那个讲客家话又那个好了。对啊，有那个客家的博物馆啊，那个古山啊，还有闽南的总政府，客家底下新闻都有看到那个总政府提来的啦。然后讲到闽南的好山，就是板条，板条是闽南好的是不是有名的地方？那白沙龙鸦片头羊的时候，啊就有一些白的都唔会讲客家话的，所以如果。如果他家如果他都难过的客家话，唔会介绍哦。那今天你喺铁泥条四分的台，那同那些朋友一起录鸦片，拍你唱好的鸦片，拍鸦鸦片哦，影片客家影片。如果真的，如果讲的唔好，真的请大家唔会介绍啦。好啦，阿志说哦。